Nutcracker!孩子，我跟你严肃地讲一些事儿。这里、这里还有这里，凡是平时背心裤衩盖着的地方是不能让人碰的。别人要是把他的这些地方露给你看，你就大声喊救命。还有就是，不要让任何人把任何东西戳到你的身上，也不要随便含住别人塞来的东西，懂吗？棒棒糖、胡萝卜、小黄瓜，通通不可以。还有啊，要是有人想带你去偏僻的地方，千万别答应。不不不，不光是陌生人，老师不行，隔壁叔叔也不行。别以为男孩子就能大意了，坏人可不管你是男是女哦。记住一点，不管是谁，不管认识不认识，只要对你做了奇怪的事儿，说了奇怪的话，或者给你看了奇怪的东西，一定要说出来，一定要告诉爸妈，好吗？爸妈一定会保护你，千万别替那些人保密。